风谷幽兰。艾梅，你睇出面做咩啊？着绿色纱丽嗰个女仔啊，好多时你喺出面翻嚟，佢都跟住你噶。哦，唔怪之得咁面善啦。等我出去认识下佢先。你好嘛？我叫贾艾梅啊，你叫咩名啊？艾丽娜。艾丽娜。啊，个名好好听噃，系咧？点解你时时都跟住我啊？我觉得你好特别啊！你系外国人，但系又着住我哋印度女人嘅衫嘅。哦，系啊！我希望你哋会觉得亲切啲，当我系你哋自己国家嘅人咯。点解你想做我哋国家嘅人啊？我就好想做外国人啊！你想做外国人？点解啊？你哋啲女人可以读书。又可以去其他地方，仲识讲我哋嘅语言，我觉得你哋好叻啊！我又穷，唔可以读书，而且乜嘢啊？你知唔知我哋有个女神叫做 Yelama？ 哦，听过下啦。喺印度有好多 Yelama 庙噶，每年祭司。都会要人奉献啲少女嘅，奉献俾佢哋做乜嘢啊？一生一世喺庙里边服侍佢哋啊！服侍佢哋，好似工人咁啊？唔单止咁啊，仲要做乜嘢啊？仲要服侍埋其他男人？咩话？服侍男人用身体啊？咁点得噶？嗰啲人简直系借个名义嚟胡作非为。我有个好朋友，旧年去咗做庙妓啦。每次见到佢都好唔开心嘅。所以我唔中意做印度嘅女人，我好惊自己要做庙妓啊。艾丽娜，唔使惊，耶稣可以帮你噶。耶稣，你哋嘅神系佢，唔单止系我哋嘅神。仲是所有人的神。我吃完了。伊丽啊，麻烦你帮我拿件纱丽来，我要去贫民区做探访。艾梅，你又要着印度人的衫啊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其实你不一定要着印度衫啫，着翻普通我哋爱尔兰人的衫都得噶。乜你都反对我着印度衫咩？我不是反对你，而是我不想你被人话。我知道其他人不是咁中意你咁样打扮噶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咁样着法。无非都是想印度人对我更加亲切啫。如果对我传福音有帮助，咁就算其他人点样讲，都唔会影响到我嘅。我系真系好欣赏你，能够坚持自己信念，只要认为合乎神心意嘅，无论几大阻难，你都唔怕嘅。我都好欣赏你啫，默默咁工作，从来都冇怨言。贾艾梅教士，艾丽娜，咩事啊？我爸爸要将我奉献俾祭司啊！奉献俾祭司，咁咪即系要你去做庙妓？系啊，我唔想去做庙妓，我唔想去做庙妓啊！你个衰女啊，走嚟呢度做咩啊？快啲跟我翻去！细伯，你唔好逼你个女啦！你唔好出声，呢啲系我哋嘅事，唔使理你。嚟，走！贾艾梅教士，走！艾丽娜，艾丽娜，艾丽娜。真是可怜啊，又多一个受害者。这些假神真是害人不浅啊。我们不可以袖手旁观的。你想做什么啊？
祭司对我真系好噶啦，留低个咁娇俏嘅女仔俾我。嚟啦，唔使喊噶。你唔好行埋嚟啊！你惊啊？唔怕噶。嗱，我对你温柔啲吓，可以服侍耶拉玛女神同我哋，你真系得个光荣噶啦。唔要啊！我不要你的光明啊！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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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想背叛我哋嘅女神？嗰、那个根本唔系神、啊、你真神点会要佢嘅子民受苦啊？呢个冇错，我要跟随耶稣基督。啊、你，我一定会同你爸爸讲嘅。加拉梅教士，爸爸可能唔再要我噶啦。爱莉娜，如果你嘅父母唔接纳你嘅，你就跟我一齐生活啦。好。有几多辛酸我接受，无后悔，让你捉紧这双手，但我身心已倦透，孤单来呼叫，极伤的心再难受。那天早够呆望你，一张天真可爱笑面，难预计活过今天尚有几天，无法制止一切已定数，不许这望走太远，泪干了又再不断，何时令这痛苦终止？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，苦楚都归我所有，即使身心都给伤透，承受了不想多追究。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，当一天走到尽头，祝福都因此挽留，潮云尽处那方远走。想只好强接受，想遇痛便会扑向我的手，无力再举起双足颤抖，心感激在苦笑里自知眼泪快哭尽，祈求上帝再听祷告。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，苦楚都归我所有，即使身心都给伤透，承受了不想多追究。如果可跟你换转一生，当一天走到尽，祝福都因此挽留，潮云尽处那方远走。天降甘霖。